这是中国电视史上绝无仅有的全家动员大型情感益智挑战类节目。周末驾到，欢迎各位。带上全家人，您有299秒的时间来完成所有关卡。只需要一家人用智慧、用热情、同心协力，一起来挑战吧。我们设置了5道行驶各地的关卡，您必须通过全家的共同努力来通过第一关、第二关、第三关、第四关的答题。您还需要有一点点的幸运，通过幸运大转盘来到第五关。到了这里就要恭喜您了，答对第五关的简单题目之后，广汽丰田提供的大奖就是您的。你们准备好了吗？一起周末驾到。本节目由江中集团特约播出。北京爷们儿，经济自主，孝敬父母，身体健康，爱吃卤煮，这是北京爷们儿。我恭喜过关，恭喜过关。最后一遍，那14。最后0秒的时候，你说14。14。你抛弃了你太太的答案。安到赶美瑞，闯关不怕累。恭喜过关。啊不行，爸，惨了黑哟。妈呀！救命啊！全新第7代凯美瑞，广汽 Toyota。本节目由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欢迎来到重庆卫视，周末驾到299，全家一起爱永久。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戴军。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果儿。哎，又在周末和各位相会在我们这个平台了。是的，我们的节目呢是全国首档全家总动员大型情感益智挑战类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你就可以把你家的旧车换成一辆全新的第7代凯美瑞10年的使用权。非常非常好，欢乐的节目马上开始。那么首先呢，要为你介绍的是我们节目的固定成员，欢迎赵博。韩国有一个鸟叔，对不对？骑马舞的那个。对，那骑马舞的是韩国的，他是中国刁大爷，比那个鸟要大很多。是从《射雕英雄传》来的。对对对对。那除了我们的胖胖司机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族群，他们就是我们的赛车女郎。开始呢，我们也要说一下我们的报名方式，一共是有3种。第一种呢，可以拨打电话023-6807-7299；第二种是可以在广汽丰田指定的 4S 店报名；第三种是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网站www.luckygo.com.cn。所以呢，这样一个舞台呢，等着大家来挑战，可以把你家里的旧车换成我们的最新款的第7代凯美瑞。好了，心动不是行动，马上认识我们的第一个家庭吧。画面中的这些动物是不是看起来十分恐怖呢？但你能想象，居然有人敢把它们当作宠物饲养，甚至同床共枕吗？是的，他就是我们的主人公郭玉农。他自称北京纯爷们儿，不仅爱好越野探险这些极限运动，连所养宠物都是那么的特立独行。但随着年龄的增大，郭玉农对于生活的向往也越来越趋于平淡。所以来到周末驾到，就是希望用他曾经的最爱吉普越野车换得更适合家庭使用的凯美瑞轿车，以此来表达自己想要成家立业的迫切愿望。掌声欢迎我们的北京爷们儿。哇，这车好帅耶、yeah! 有点像装甲车是吗？周末驾到，我们来了，走你走你。
我想问一下我们的美女了，在你心目中北京爷们儿有些什么标签？我觉得就是比较平，没说。是这么叫，男人是这么叫你，别瞎说。你说说。北京爷们儿，我们主要是什么呀？经济自主，孝敬父母，身体健康，爱吃卤煮。这也是北京爷们儿。这三位来到我们的现场都非常的能说，但是他们的能说能不能帮他们拿到我们的凯美瑞的使用权呢？走进我们的答题车吧 ，Go！好了，这一组家庭已经就位了，首先来听听他们的口号是什么。得了凯美瑞不用再推出。好的，奔着你们的希望前进吧。欢迎我们的北京爷们儿来到了第一关面前。好了，看一下第一关迎接你们的是什么呢？观察题。观察题，认真观察一段魔术或情景短剧，主持人会提出一个与表演相关的问题，回答错误则需要重新观看表演。他们家会派出谁来挑战呢？观察题，对于大大咧咧的北京老爷们儿来说，我还真的替他们有点担心。这一轮你们派谁来答题？内秀，是你吗？必须拿下。今天我们的观察题呢，请来了一位魔术大师。这位非常厉害，是来自台湾的我们的周杰伦老师的老师陈冠霖先生。欢迎陈老师。陈冠霖好。今天呢要表演的魔术呢是跟思考逻辑跟即兴有关的魔术，而且我要用到的材料呢是国外魔术师绝对不会用到的，兵马俑。国外魔术师绝对不会用这个东西来表演魔术。那么接下来我想找这位小姐，可以麻烦你站到这个位置。中跟发，对不对？中盖发，我这样子把它反过来，有没有问题？啊，没有。这个是中一样，中盖发，我把它反过来，有没有问题？啊，没有。好 ，OK。现在我换一个方式，我把发盖中，发盖中。如果说这个是发盖中，请问这个是什么？这是中啊。好，你帮我打开。这应该是发盖都中吧？打开看，两个都打开，打开，两个都变中。好，这样子你可能开始有点混乱了，对不对？好，这样子我们再做慢一点好了。中盖住发，我把它反过来，有没有问题？啊，没有，没有问题。中盖住发，然后把它反过来。现在我换一个方式，我现在如果说这个是发，这个也是发，来，你手帮我把它盖住。好，如果说我这个是中盖住中的话，请问你手上的是什么？发，发盖住发。对啊，你把它打开，给镜头看。那么当然，我这边这一个呢，就是也是一样中跟发。老师，您出老千。不是，查大法。我知道了，这位小姐开始有点思考逻辑即兴被我搞混乱。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麻将太多了，麻将太多的话，我先把两个收起来，不需要用到那么多，两个就好。好。中盖住发，我现在把它反过来，你帮我把它盖住。我现在问你哦，如果说我拿的是中，你这个是什么？发。打开看一下，不是你没有看清楚。哇！你要把我们弄崩溃吗？谢谢这位小姐，谢谢。反正我是没看明白。我跟你讲，他惨了，他完全在看稀奇。对，完全被你吸引了，完全不知道。看清楚了没有？你要不就问我没哪，我告诉你没有白板就完了。他没有一条呢，我都知道。那我们的题目跟白板真的是没关系，请问，两张发财牌面的麻将同时亮出的次数一共有几次？同时亮出两张发财，两次。扣去30秒，请看回放。看来这位北京爷们儿还是有些紧张啊，打起精神再看一遍就会知道。两张发财牌面的麻将同时亮出了3次，看看他这回能不能回答正确吧。请告诉我，两张发财牌面的麻将同时亮出的次数有几次？3次。恭喜过关！耶耶耶！成功过关！恭喜！恭喜北京爷们儿先下一城，顺利闯过第一关。他们花费了46秒时间，剩余时间还有253秒。
第一关顺利通过。那在这里呢，他们获得的是由周末驾到所提供的价值1000元的礼品一份，恭喜你们。接下来我们即将前往的是他们的第二关。欢迎来到第二关，看一下迎接你们的是什么难题呢？游戏题，顶上功夫，选手需用头将桌上的西瓜撞破。注意，可以用手固定西瓜，但不可以将西瓜举起。这个惊险又刺激的游戏，他们家会派出谁来挑战呢？你跟戴老师说，你给拿俩榴莲上来，我们撞碎了直接把车开了。就是从这个。好，节目组换榴莲。你去了，你要求的。从西瓜这个形状上来看，我觉得跟西瓜最类似的应该是郭玉农。我反正岁数大，活的比他年头多，没事，我慢点。所以没有什么遗憾是吗？对，我来吧，还是。先一下，来了。好，请把西瓜放到我的桌面上，一颗一颗来，预备，开始。哇，你是亮甲子。恭喜过关。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北京爷们儿仅用了11秒就将5个各大皮薄的西瓜撞破，他们还有242秒。那在目前为止我们所有的参赛家庭当中，你们的在游戏环节的表现可以说是最好的。就这吧，我告诉你，下回直接换冬瓜起步。开始嘚瑟了是不是？好吧，恭喜你们，你们通过这一关得到了我们周末驾到所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礼品。到目前为止你们已经累积到了3000元的礼品。来，向第三关出发。成绩非常好，来到了第三关。试听题，选手观看完一段短片后，主持人会提出关于短片的3个问题，任何一题回答错则需要重新看一遍短片，重看进入闯关时间。谁来？一雪前耻。这个前耻的话好像在你那儿才谈得上耻，他这个非常光荣啊，所以是你来吗？我来吧。好，回去他老说我。加油，过来啊，希望你可以一次性通过好吗？先请看一遍。这是高科技了，无人驾驶，开不了不要开嘛。想好个屁，捡个烟屁股捡不出个红塔山，你又不发工资。你猜我是谁？给你3次机会啊！没人确认呐。不的，还剩两分了啊！先生，请你放手。准备好没有？好了，预备。片段中两车相撞的车是左侧受损还是右侧受损？左前侧。抽烟的片段中可以看到墙上的标语，前2个字是什么？解放。想好个屁。出租车车身上印的数字后3位是多少？583。恭喜过关。这位帅哥，你可以说是一雪前耻啊。这位北京爷们儿的眼力真是不一般呐，一口气就把3个问题全部回答上来了，他们剩余时间还有222秒。非常厉害，在这一关呢，我要很高兴地告诉你们，你们获得了由周末驾到所提供的价值3000元的礼品一份，目前为止你们共获得了价值6000元的礼品。来，向第四关出发。走了。顺利来到第四关，请看题目。知识题，涵盖各类知识点的简单问答，主持人会快速发问，选手累计答对10道题即为过关。这就等这个了。
预备，海马是鱼吗？不是。色盲患者最普遍的是不易分辨的颜色，是不是红绿两色？对。篮球起源于英国还是美国？英国。发现行星运动定律的天文学家是伽利略还是开普勒？伽利略。现代卫星在工作时使用的是太阳能电池吗？是。罗马古城蓬佩城的消失是因为火山爆发还是海啸？海啸。飞毛腿导弹是地对地导弹还是地对空导弹？地对空。诗经共有205篇还是305篇？205。高山流水是琵琶曲还是古琴曲？古琴。丑小鸭是格林童话吗？是。彩虹的顶部是黄色吗？不是。汉莎航空公司是哪个国家的？德国。植物通过光合作用释放出二氧化碳，对吗？错。古代制作古木乃伊最著名的国家是哪一个？埃及。小说《水浒传》中的水泊梁山在我国哪个省？山东。六星瓢虫是异虫吗？是。李白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吗？不是。恭喜！你看，又开始嘚瑟了。没有家庭到这一步，还能剩那么多时间的。你再加一辆车，然后我们从第一关再来一遍。好了，现在非常高兴地告诉你们，来到这一关，你们就有机会跟我一起来到幸运大转盘选取奖品，更加有机会是可以挑战你们心仪的凯美瑞。派一位代表，谁来？当然我倒霉吧。当然我幸福。这个是个什么意思？啊，我你来吧，你来吧。那就是这位妹妹跟我一起是吗？对。来，有请。幸运大转盘，如果说你赚到了谢谢参与，不但没有资格到第五关，前面的6000元奖品也会化为乌有。要不要跟你的两个哥们考虑一下，要不要赚你的？赚你的。赚就是开车赚吗？赚，必须的。拼了，就为这来的。对。好，你可以看到大转盘上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奖品。看你的手气了。停。哎呦！是耀眼的光芒，是高处的风景，更是您不断向前的每一步，超越一切，拥有内心的无界。汉兰达无界限，广汽 Toyota。除了我们的6000元奖品以外呢，你还会获得我们额外的户外用品。但是两个哥们有点沮丧啊，来过来看看他们这什么表情。没事啊，我刚才看那个红的，本来要是对他以为要跪停在那个，他扭头跟他们说，然后我就结果再回头一看，户外用品我都傻了，在那叫。哎呀！这个时候，我希望你们还是能够鼓励一下你们这个妹妹。没事啊，真没事。而且我真的很棒，很棒，好好好，你们真的都很棒。我喜欢户外用品，是吧？老爸真费心，太假了。虽然北京爷们儿一家没有像期望的那样开走我们的新车，但是他们在舞台上的表现却令所有的人印象深刻。希望他们今后的生活也像今天一样积极乐观，勇往直前。好了，继续来认识一下我们的下一个家庭了。他们会是什么样子呢？赶紧来看一下。上面还写了 Discovery 发现。在介绍这组家庭之前，先来请电视机前的您来猜一下，画面中这位又唱又跳的先生是在模仿那部曾经红极一时的青春偶像剧里的经典桥段。答案是不是很简单？没错，这是韩国偶像剧《浪漫满屋》中女星宋慧乔堪称经典的一段可爱表演。那为什么这位先生如此给力卖萌呢？原因便是他的夫人是个彻头彻尾的韩剧迷。
模仿韩剧中的经典桥段，便是他们家平时最大的兴趣爱好。那说起韩国文化，最近哇，那个鸟叔是风靡全世界，骑马舞会不会跳？哎呀，还有队形的这个，哇哦！可爱家庭登上我们的答题车，加油！哎呀，我就是喜欢欢乐无敌的家庭，希望你们全家努力 style 好不好？把大疆拿掉 style， 来说出你们的口号是什么？冲锋我队形，今天一定赢！好的，踏上他们的大疆之旅出发吧！这些家庭非常的欢乐，我们一起来看看迎接他们的题目究竟有多难呢？试听题，试听题，选手观看完一段短片后，主持人会提出关于短片的三个问题，任何一题回答错则需要重新看一遍短片，重看进入闯关时间。谁观察力比较好，比较出色？谁来？我觉得肯定是我老婆来吧。你为什么要推选你老婆？因为我平时在家做些小动作她都会看到。你平时在家会做什么样的小动作？比如说我看看微信啊，看看微博呀、啊，或者是在后面弄一下，然后怎么反正都逃不过她的法眼。我觉得还是她来吧。有请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加油了。嗯，好，试听题先看一下。강남 스타일 낮에는 따사로운 인간적인 여자 커피 한 잔에 여유를 아는 품격 있는 여자 밤이 오면 심장이 뜨거워지는 여자 그런 반전 있는 여자 너는 선어해 낮에는 너만큼 따사로운 그런 선어해 커피 식기도 전에 원샷 때리는 선어 既然你这么喜欢韩国现代文化，这就是当今韩国最火的一个 MV。 预备，MV 画面中总共出现了几次秋千？应该是四次。歌手在这段画面中西服颜色变换了几次？三次。小孩在这个画面里出现了几次？应该是两次。第三道题全部答错，再看一遍。这位喜爱韩国文化的太太是不是也太自信了？看她的样子，貌似没有用心看题，反而一直在跳舞啊！这样就能答对了吗？真替她捏了一把汗哦。请问，歌手在这段画面中西服颜色变换几次？两次。MV 中小孩的画面出现了几次？三次。恭喜过关。拉风。大사로운인간적인여자커피한잔에여유를아는품격있는여자你刚才答题的时候，我特别特别担心，因为在整个放片的过程当中，他不是在看片，他一直在跳。我说你是在打击还是跳舞呢？家里面的小动作他都能看见，所以说我很害怕。所以他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你不要看他在做自己的事情，其实他眼睛一直在看其他的地方。对对对，这位太太真的像她丈夫说的那样，一边跳着舞，一边也能顺利答题。他们的剩余时间还有227秒。第一关顺利通过，那在这里呢，他们获得的是由周末驾到所提供的价值1000元的礼品一份，恭喜你们。出发前往第二关，一起来看一下第二关迎接你们的是什么题目呢？知识题，知识题，
涵盖各类知识点的简单问答，主持人会快速发问，选手累计答对十道题即为过关。十道题快问快答，答对十道就可以过关，谁来？这个还是我来吧，我觉得这方面我来。你凭什么说自己是学识最渊博的一个？因为旁边两个还没讲过。因为我是家长，然后这个问题就交给我吧。老婆相信我吗？我爸非你非你非你。你们家的这种沟通啊，真的是只有两个人才能够懂啊！好，加油！好了，预备。海参是一种生长在海底的植物吗？是，不是？是还是不是？不是。世界上最深的马里亚纳大海沟位于哪个大洋？太平洋。乐府指的是古代民间自发组织的音乐团体吗？不是。格陵兰岛大部分面积在南极圈还是北极圈？南极圈。古代的会试、殿试每几年举行一次？三年。著名的凯旋门位于哪座城市？巴黎。汽油的标号代表它的清洁度吗？是。我国古代科举考试探花只第几名？第三名。汽车分级中的 A 级车比 B 级车高档吗？是。零摄氏度的冰和零摄氏度的水哪个温度更低？一样的。大料和八角是同一种调味料吗？不是。交叉路口横向放置的红绿灯最左边的是红色吗？是。著名的岳麓书院位于湖南还是湖北？湖南。长颈鹿的角会像其他鹿的角一样定期脱落吗？不会。恭喜过关。真是太欢乐了，恭喜哈韩家庭顺利闯过第二关，希望他们越战越勇，勇往直前。恭喜你们顺利通过第二关，可以获得由周末驾到组所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礼品，到目前为止你们已经累积了3000元的奖品。好的，现在马上要进入的是你们的第三关，出发吧。欢迎来到第三关。观察题，观察题，认真观察一段魔术或情景短剧，主持人会提出一个与表演相关的问题，回答错则需要重新观看表演。这道题谁来？这道题我想想哈，那就还是我来吧。我想乘胜追击，行不行？你刚才不是说你老婆的观察力特别强吗？我觉得她都能观察到你那些小动作。我想多表现一下了。其实我想再来试一下。其实她观察力也蛮不错的。是吧？是的。啊，好，那你就多表现一下吧。好，能者多劳嘛。还夸一下自己能者多劳。好了，赵婆，交给你了。好了，又到我们了，好戏马上开始。精彩演出，好戏马上开始。哎，那个兄弟啊，不好意思啊，怎么的？大哥这脚吧有点臭。没事，大哥，咱干这行这老些年了，什么样脚是没见识过，是不是？对，你们专业的。脚吧哈，不能说是臭，我只能说有点辣眼睛啊。我跟你说，兄弟，这你就不知道了啊。其实这个脚吧，它跟那个臭豆腐是一样的。哦，你呀，你品，知道吧？你呀，去感受，去体会它，去靠近它，怎么样？感觉到没有？感觉到？有那么臭吗？哎呀，哎呀，是辣眼睛、啊。
闻到这个味，还真感同身受啊！准备好，预备。表演中一共揪了几次脚趾头？让我想想，让我想想。应该是两三两次，确定吗？我对你两次我确定，恭喜过关。我扮江南 style。幸好老公没有被表演者的臭脚熏得过往的阵脚，顺利拿下了第三关。看来他们离大奖越来越近哦。你们可以获得的是由周末驾到所提供的价值3000元的礼品。到目前为止，你们累积的奖品金额已经到了6000元。那我们继续闯关，接下来前往的是第四关。走着。恭喜来到第四关，第四关的题目会非常的难，所以一定要小心谨慎了，请看。记忆题，大屏幕上会滚动出现不同类型的图片，看完后会提出与图片相关的问题，如果回答错误需要重新看一遍完整图片，重看进入闯关时间。他们家谁的记忆力最好呢？这一关很关键，谁来？老公，你去吧。我去吗？嗯。爱的鼓励。OK。我的天，这两人天天在演偶像剧啊，真腻得不行。那希望这个甜蜜蜜的桃心呢，也可以助你一臂之力顺利通关，好不好？好。今天的记忆题呢，是一组非常棒的图片，这都是世界文化的一些遗产。他们呢是我们的瑰宝，都是建筑。这边不计时的，认真仔细的看一下。请听题，预备。请问，建造年代尾数为零的建筑是哪几座？说出名字。继续看一遍。这道题出的真是也太刁钻了，让这位老婆有点懵啊。沉下心来再看一遍，就会知道建造年代废数为零的建筑有故宫、白宫与泰姬陵。请问建造年代尾数为零的建筑是哪几座？故宫、白宫、泰姬陵。恭喜过关！太棒了！哎呦，你老公强烈要求拥抱你，我就把你让给他。三位颁奖。表现啊！你们闯过了第四关，当着我的面啊，当着全国观众朋友的面，这个甜蜜度能不能稍微收敛一下？啊，引得很多人是羡慕嫉妒恨呢。好吧，来派出一位代表跟我一起到大转盘，接下来有好礼相送，更有机会可以挑战我们的汽车大奖凯美瑞，谁来？好，我决定，我让我的表弟，这个重任交给我。你真的选他吗？确定选他。
前两关都是你们俩的努力，可是这一关你让他，如果大奖没有拿成的话，运气比较好可能。没关系，我们让全国观众看到我们，然后让我的爸爸妈妈还有他的爸爸妈妈，我们所有的亲戚朋友看到我们就够了，这就是我们来的目的。当然如果能拿到大奖我是最开心的，所以说哥你不要让我失望，如果失望了我就给我买饮料好吧。 OK， 哥我给你，你前后矛盾，前面让人家放松没关系，后面你不准让我失望，真是个矛盾人，不管他了，咱们走。好嘞，加油加油。欢迎来到新大转盘，先来近距离感受一下我们的凯美瑞。我现在要告诉你，就是我们的幸运大转盘转的时候，如果运气特别好，欢迎进入下一关，就到这里挑战我们的凯美瑞。如果转到谢谢参与，那前面的6000块钱的奖品也都没有了。你要不要考虑一下，再跟你表哥商量一下？因为这个车我太喜欢了，我们都喜欢，一定要把它开走，今天是志在必得。好的。看看你的运气到底是转到电器，还是下一关，还是谢谢参与。准备，集中注意力，集中你所有的。停。第五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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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关。你们不用骑马回去了，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来恭喜你们！我们现在要回到答题车，来跳着你们的骑马舞回去吧！现在真的是特别特别关键的时候了，因为我们的选手家庭有可能在一念之间就得或者失。在这个时候我想问一下你们的心情如何？我现在心脏小心肝扑通扑通的跳，跳的已经不行了。好的，来我们向第五关出发。恭喜我们的欢乐家庭终于来到了第五关的面前，他们现在还有46秒的时间，非常的充裕，但是你们会选谁呢？我来吧，因为我是家长，家长来到我的身边，那其他的家庭成员可以近距离的感受一下我们的第7代凯美瑞。哇，两个人已经好舒服，情不自禁的摇摆起来了，感觉怎么样？好舒适，很爽。你呢？好舒适啊，感觉好舒适。宽不宽敞？宽敞，比你们家以前的车呢？好大，大很多了，大很多是不是？对呀。所以你现在想对你老公最想说的一句话是什么？老公，今天一定要把凯美瑞牵回家。好，先不回家，你也别回家了。这个双重压力啊。好吧，你想回家吗？我想回家。想回家那就要努力。而且我觉得可能我也可以成全你，一台车可能会改变他在家庭的地位。那在这里想问一下了，你平时有做运动吗？有，乒乓球还有羽毛球之类的。其他的呢？比如说麻将啊。那个是我们重庆和成都人必备的嘛。好，那今天的题目跟麻将有关。一副麻将有多少张？108张。当然不会是这种题目了。做梦吧，怎么这么简单？你以为这么简单？题目很难。46秒的时间，你要好好的考虑一下。在这个考虑过程中，你不要擅作决定，要考虑一下你太太还有你弟弟的意见，好不好？好，准备挑战第五关。一个正规比赛用的羽毛球，上面应该有14根还是16根羽毛？考虑一下，也可以问一下他们的意见。你们还有半分多钟。你们觉得是16还是14？16。确定吗？确定。我现在要告诉你，你可以相信你太太说话，如果相信了以后拿不到车是她的责任。你还是可以回家的。那如果我拿不到车可以回家吗？我拿不到车可以回家吗？快，没有时间了。10可以。9确定一下，相信你自己还是相信太太说的那个？好，16。最后一遍。那14。最后0秒的时候，你说14，到底14还是16？14。你抛弃了你太太的答案。16。确定吗？那14。
死。我很紧张。哇，正确答案是。是耀眼的光芒，是高处的风景，更是您不断向前的每一步，超越一切，拥有内心的无界。汉兰达无界限，广汽 Toyota。好，确定一下，相信你自己，还是相信太太说的那个？好，十六。最后一遍，那十四啊？什么？最后零秒的时候你说十四，到底十四还是十六？十四，十四，黄哥，你抛弃了你太太的答案。十。我很紧张。哇！正确答案是十六根。十六根。对不起，我跟你讲，你现在麻烦了，对不对？你要听他答案答错也就算了，你坚持自己的答案，你还答错了，这算你前途未卜啊！你快过来道个歉，你快快快！你怎么回去？你好好，我看你怎么交代。黄哥今天不用回家了。现在你得把你太太从已经可以到手的凯美瑞当中给拽出来。你怎么下得了这手啊？这个时候我也觉得很内疚，我不想过去说什么了。那就实在不行就算了呗。没事，没事，哎呀，就玩玩嘛，高兴就行了。啊，说这话的时候还在车里说的，都没准备下来。非常舍不得，真的换谁都会。没事，你说你要听我的错了也就算了，最后一秒钟你改个自己的，你怎么想的呀？你当时为什么最后一秒要改？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一种感觉。我觉得有一句老话说得好，跟着老婆有肉吃。你看你今天马上先提了，本来我应该站到他旁边的，但我现在很内疚，我不敢站过去。但是人有些时候是需要一种动力的，今天没有拿到这个车，但是要靠你的努力，一定要给太太坐上一辆好车。对，我觉得没关系，今天我们还有6000元的礼品，对不对？而且刚才戴军哥说了，人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像我们的车一样有动力，所以现在我们还是放你们最爱的江南 style。 我们在这里失败，今天有一点小困难，但是我们在这里再把动力给加足，好不好？好，奔向更加美好的新生活，好吗？好，来 music。我扮江南 style。 对，这就是一种生活态度，不管成功与否，永远不能被打趴下。真可惜他们与我们的大奖擦肩而过，虽然一家人表现神勇，但是在最后一题中老公没有听老婆的话，擅自改了答案而错失新车，真不知道这位老公回家之后怎么跟老婆交代呀。要迎接我们的下一组家庭了。下一组家庭的特点叫做恋家两兄弟。这是一对刚新婚不久的甜蜜夫妻，从他们脸上洋溢的幸福表情不难看出，二人还沉浸在新婚的甜蜜之中。那这一位表情严肃的先生又是哪位呢？别误会，其实他是之前那对新人中新郎的表哥胡昭君。他这是在干什么呢？原来与表弟感情极好的他正盘算送一辆轿车作为新婚礼物给到两位新人。在得知了周末驾到之后，他立刻带上表弟夫妻二人组队报名。究竟他能否为他表弟赢得这份特殊的新婚大礼呢？拭目以待吧。他们的生活中就一直出现这样一个角色，对不对？对，就是这样。对，是这样的。今天你来其实还挺仗义的，你是要帮你的弟媳和弟弟赢车的。哎，对。啊，那这个怎么解释呢？感情好，为了他什么都可以做。啊，今天呢，这个大哥有没有可能帮他们赢得我们的凯美瑞呢？请登上我们的答题车。
常逗乐的一组家庭已经就位了，我要问一下你们的口号是什么？海上凯美瑞，长帆不怕累。天哪，大哥，我都看到你的后槽牙了，是吧？这个激情赛，来，我们进入第一关。请看第一关的难题。观察题，观察题，认真观察一段魔术或情景短剧，主持人会提出一个与表演相关的问题，回答错误则需要重新观看表演。这道题商量一下，派谁上？我来。派你来。对。啊，好。观察题，我们的演员呢会有一段小品的表演，赵博交给你了。好戏马上要开始，又到我们了，我们红照。哎，行，足球是不是？对，是不是足球？对，西班牙，意大利，西班牙特牛，我告诉你，意大利很牛啊。西班牙这一场必须赢，信不信？不，我觉得意大利，大哥。那你要这么说的话，西班牙。大哥，这个不太好吧？这我觉得就意大利吧。西班牙不是大哥，这个，哎，你看看你真是有三号，别三号，别三号，别三号进球了，大哥，三号进球了。这还穿上了是吧？好样的！我也有西班牙，这个真不太好吧？意大利，八号，西班牙八号，射门，耶！逆袭，看到没有？逆袭，有四逆袭高富帅，逆袭呀！等我，我也有，都有啊！大哥，你看看你这西班牙。那大哥，你这么逼我的话，我只有就21号，别21号，21号，别啊！21号进球了，大哥，你没有时间了，我赢了，大哥，你没有时间了，你没有时间了。好了，你看清楚了没有？大概看清楚了。预备，演员的台词中提到有三个球员进了球，这三个人的号码分别是3号、8号、21号。恭喜过关。西班牙8号，21号，别，21号，21号，别，啊，21号进球了！恭喜他们顺利闯过第一关，在这一关，他们只花费了10秒钟，为接下来的挑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一组家庭首先获得了由周末家道所提供的价值1000元的礼品一份，恭喜你们！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向你们的第二关进发。欢迎来到第二关，请看大屏幕。视听题，视听题，选手观看完一段短片后，主持人会提出关于短片的3个问题，任何一题回答错误则需要重新看一遍短片，重看进入闯关时间。可以啊，去吧。来住，有一个。好，请看一下视频。过年的你跟大家干嘛呀？我大过年的你不回家跟我过年干嘛呀？我不回家是让外地的同事回家过年，这不应该吗？我跟大家是为了带更多的人回家团圆，不应该吗？你跟大家告诉我一声，不应该吗？我告诉你带给美女，你心里别扭，不告诉你不应该吗？你不告诉我，让我撞见了，我心里更别扭，不应该吗？你就是撞见，打死我都不知道，我不让你别扭死，不应该吗？
这个有关，有看过这个小品吗？没有。它叫《爱的代价》。喂。这个片段里面一共说了几次不应该吗？八次吧。再看一遍。虽然这道问题很难，不过看过第二遍影片之后应该能够顺利回答出来。片段中一共说了六个不应该吗？请问片段中一共说了几次不应该吗？六个。片段中穿白衣服的女子，她穿的鞋子是什么颜色的？黑色。片段中观众席上有几个戴眼镜的？两个。恭喜过关。这位老婆的观察力真是不错，这么多的小细节都没逃出她的法眼。他们的剩余时间还有233秒。第二关之后呢，要告诉你们，你们获得了由周末驾到所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礼品。目前为止，你们的奖品累计金额已经到了3000元。好了，接下来你们要出发的是第三关。欢迎来到第三关，你们的时间非常的充裕，请看题目。游戏题：重重特工，宜家选出3位选手，坐在地毯上，用手拽地毯，驱动身体前进的方式依次出发。最后一位选手移动至终点处，用头盔上的小针刺破气球，视为过关。这要考验一家人的默契程度喽。重重特工，请3位跟我到游戏区准备。我们的比赛规则已经清楚了，这个游戏呢需要大家共同的努力，所以每一个人都要屏住一口气，加油好不好？好。准备好了吗？好了。好，预备，开始。姐家的丽先出发了，她采取的是打坐式，哎，手长占了很大优势啊。现在这家的弟媳，加油加油加油！我觉得这个弟媳怎么感觉在倒退呢？弟媳路线有点偏差，有点歪。你是挂着倒档吗？歪了。现在你们还有200多秒，成绩不错。好，让最胖的一个跑最长的距离。加油啊！加油加油加油！哎呀，快快快！而且我觉得这个大哥吧，打坐的姿势啊，就是整个形象特别像罗汉。快快快！啊！恭喜过关！加油慢点！一家人配合的还是很默契呀，花费了49秒闯过了这一关，他们剩余时间还有184秒。恭喜你们，你们获得了由周末驾到所提供的价值3000元的礼品。到目前为止，你们的奖品金额的累计啊已经到了6000元。马上前往你们的第四关。我的热情嘿，好像一把火，燃烧了整个沙漠。欢迎来到第四关，你们现在的时间非常的富裕，所以这一关你们可以很淡定的完成。请看你们的挑战是什么？记忆题。大屏幕上会滚动播出不同类型的图片，问题与这些图片紧密相关。看完图片后，大屏幕会出现问题，答案就在刚刚出现的这些图片中。谁来？那我来吧。你来。我最年轻。你最年轻，记性最好，是不是？加油，好吧，就这样，不用再来一个了吧？啊，好了，我们现在进入你的题目了。加油，好，先看一遍。
中出现过的，究竟是哪五个号码呢？预备，开始。七八，再看一遍。老婆一上场还是有些紧张啊，目前只找到了一张图片，相信你会顺利答出剩余四张的。好，七五，再看一遍。但是你时间很充裕，你淡定一点，已经看出三幅了。看表哥的样子好像有些失望啊，不要灰心，再看一遍，还有第一张和第四张图片在题目中没有出现过，相信你一定会过关的。好，赶快。一九五还有一分钟，四，还有最后一个，十，再看一遍，还有五十秒，抓紧时间。时间越剩越少，这位老婆也越来越慌张，老公跟表哥在一边也干着急，真是为她捏了一把汗呢。请说。一。还有几个呢？一七九五，我刚说过嘛。五。五还几？四。恭喜过关。你们有没有看到剩的那个秒数？看到了，看到了。剩的是一秒。一秒。对。你们三位当中要派出一位跟我到大转盘，我们去搏一下，谁来？我。有请。小月。转盘里面有各种不同的奖品，也有进入第五关，还有谢谢参与。如果赚到谢参与的话，前面所有的一切功亏一篑，六千元的奖品也没有。没事，要不要挑战？要。确定？确定。有六千元总比什么都没有好。不用。确定？确定。确定。你不问一下你的家人吗？因为你太太付出那么多努力。他们的意见也是一样的。一样吗？要。要。这个家庭已经准备好要挑战第五关，但是他有没有这么好的运气呢？停。新第七代凯美瑞，广汽 Toyota。 他有没有这么好的运气呢？你觉得合适的时候可以喊停。停。所以你现在只有一秒钟时间，我读完题目以后你马上就要告诉我是或否，谁来做这个代表，赶紧去商量一下。我不用商量。而且你知道都没有人能够帮到你哦。好，一秒定乾坤，我们马上见。这个时候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我非常可以理解你们的心情，既紧张又兴奋，既期待又激动，对不对？对，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因为接下来是你们一秒定乾坤的时间，来进入第五关。走，出发。
欢迎来到第五关，派出一个代表站到我的身边。走。好，是这个家庭的一家之主，现在心情怎么样？刚才那个果儿姐姐已经说了嘛，激动，兴奋，紧张。你没有任何考虑的时间，对，包括这个题目也不在我们的常识范围之内，所以你要搏一下。好，如果错了的话，会有什么结果？错了回家还是吃火锅？这是不一样的。如果赢了的话呢，回家吃火锅；输了的话呢，回家老婆拿他涮火锅。这是两个概念。心态平衡嘛。好，那请你的家人一起近距离的感受一下我们的最新款第七代凯美瑞。可以摸一下内饰，可以感受一下这个空间。想对你的老公说点什么？欧巴，擦了黑哟。妈呀！救命啊！好，加油！这时候不要被你的表哥干扰到。准备好没有？好了，进入挑战第五关。A 是十一星瓢虫 ，B 是十三星瓢虫。请问哪个是益虫呢？预备。B 十三。时间到了。我听到这边老婆的答案跟你不一样，她在这边说的是十一星。十一星。然后你说完十三星 B 之后，她非常沮丧地说啊。B 十三。我不知道，我猜的。老婆觉得是十一星，那表哥你觉得呢？我相信他，不管对错。所以二比一，觉得是十三星。你自己再想一想，到底是 A 还是 B？ 因为你刚才完全没考虑，我可以给你一个最后的机会，相信老婆还相信表哥，或者相信自己吧。A 还是 B？五、四、三、二、一，正确答案是。我根本看不出来谁跟谁是一对。终于有一个打酱油的。枪都拿过，这两根绳算什么？加油！洗了，洗了，洗了，他们起劲！谢谢哥哥。你最小，你最厉害噻。你老大，你去，就你了，你去，快点，快点，快点，你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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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计划之间发生了内讧，他们老欺负我。岳公公家庭没办法，就只有到我们岳母家里去吃饭吃，像猴子一样。葫芦娃。高屋建瓴的瓴字是指古代建筑屋顶上那个飞檐吗？不，色还是不是？不是，是。先生 ，B， 正确答案是十三星瓢虫。十三星瓢虫，恭喜我们的欢乐家庭赢得了我们第七代最新款的广汽丰田生产的凯美瑞十年使用权。恭喜你们！来，我们到车前面来，这就是属于你们的车了，还等什么？现在想对你老公说什么？表扬他的，夸他的，爱他的，一个拥抱，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广汽丰田生产的最新款的第七代凯美瑞，你们拿到了它的十年使用权，恭喜欢乐家庭，就是你们的啦！来，请到我们的车里面感受一下。进去。实在是太幸运了，他们在最后一秒闯过了第五关，还走了我们的终极大奖，恭喜他们。哇，今天真的好欢乐，对不对？而且今天特别戏剧性，整个过程是跌宕起伏的。你看最后一秒，哎，对，他们是一秒成功了，可是第二组家庭他们的命运相似，可结果大不同。他老婆让他回家是因为他老婆让他回家收拾他。对对对
那其实呢，在这个舞台上赢或不赢都无所谓，但是呢，家庭和睦是我们的最后的宗旨，所以我们要再次的恭喜我们这个欢乐家庭呢，拿到了我们广汽丰田生产的最新款的第七代凯美瑞的10年使用权。哇，车子是你们的了，如果想像今天的这一组家庭一样的幸运，拿着你们的旧车来换我们的新车的话，就赶紧来报名吧。我们会从所有报名的观众朋友当中啊，抽取4位幸运观众，可以获得由广汽 4S 店所提供的购车优惠。您现在收看的是重庆卫视。